造这艘轮船呢，就是因为澎湖的需求、百姓、商人的需求，所以董事长就要给澎湖人享受到这个货运快速农民跟那个附带的这个航线。这条船全长哦是79米多，那个载重量1170多吨，还有那个最特殊的是说我们的吊，就是全澎湖吊最重的30吨7吨，这个航速是14节2.5小时，也是澎湖速度最快的轮船。准备给我进这个糖果了哦！哎呀，放完了，笑一个，真的。